音乐搁走落去，恰恰搁跳落去，闹得欢欢喜喜。啊，来来来，你来，心我放不开，跳落去就是袂开。啊，来来来，你来，脚毛跟落开，音乐声啊来响起，真甜美滋味。啊哈，音乐搁走。谢谢林福林，福林，福林，你的跳舞，你的跳舞帮了你很多忙，好，可是一样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你在变声，所以有些地方会觉得声音很紧，然后有点上不去的感觉，尤其是在那个你中间拉了一个很长的长音哦，那个音准就会有一点点令人担心啊，这有点可惜，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也是不错。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福林，我们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比如说陈勋现在遇到一个哇撞墙期，要改变自己的风格，然后你旁边来了一个就对这个舞台很陌生不熟悉的一个新人啊，就是每个人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去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，按你的变声其实不是困难，就像就是这个是在这个舞台一定要去面对的事情啊，然后我建议你，如果现在声音的方面呢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立刻解决这些音域的问题啊，我建议你是说，也许下一首歌你就为自己去选一首歌，就是往内心去找自己的心情，就是撇掉跳舞这件事情，就回到一个很内心的，你这个十三岁的时候应该会重视的一些心情。12岁，你要试着去学习，去选择这个歌曲，因为这个要练习，因为你们这个年纪都听了很多大人的指示，现在要为自己选一首歌，我建议你是这样。OK。